我的妈妈给我找了个男保姆的活，雇主是个单身女士。你干啥啊？我咋了？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。我咋了？我这睡觉呢，你在这，我这一睁眼多吓人呢。这有啥吓人的？我这在这睡觉，你在这躺。下回注意点就完事了呗。快递到了，快递到了，我给你买了一套那个泳装。那肯定好看呢，我眼光你还不相信呢？你等着吧。那来了呢？那不能来啊！你俩干啥去啊？吃好吃的也不带我呀？吃啥好吃的了？那谁知道了？我俩穿不全，你去呗。给他还买个泳装？那泳装你敢穿呢？我可不敢穿。这边肯定是泳装到了。啥呀？哎，你好，谢谢啊。哎，这回真是了。这啥呀？哎呀妈，这家伙！就这两块料。不是，我说这玩意儿，佳怡你穿呢？咋的呀？这像创可贴似的，这咋穿呀？你家创可贴这么大呀？这谁给你的勇气呀？我挑的。我服了。我还服了呢。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呢？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，有什么态度就会看到什么样的世界。那我都已经这样了，更需要的就是勇敢和快乐。那你说要是谁给我勇气，你给的？反正这个是我挑的，我是鼓励他穿，就大胆穿。你敢不敢穿？敢，走走走，一起去啊！带你一个。不要这样，他完蛋，咱俩上哪穿还是在家穿？行，走。怎么这么流量？眼里面的光让我心儿在发烫，那些曾经的远方让我背起了行囊。我要去远方，要和自己去流浪，远离世间的荒唐，让我燃烧，让我狂。